住都搞掂啦。咦，你走啦？系啊，青英可以早走啦。咁就啱啦，我有啲嘢想你帮我手，我一个人搞唔掂。吓，做咩啊？冇，我有条片，有啲字幕未上晒，唔该你。好简单嘅啫。吓，十分钟啊，你条片？哇，十分钟好短啫，你摩打手嚟噶嘛，你好快就搞掂噶啦，唔该。你都知道啦，公司而家炒咗好多人，身为我嘅好同事，你系咪应该同我同舟共济？咁我个舟咪你帮我制啊？喂，唉，唔好吹啦，老懒啊嘛，得噶啦，嚟紧嚟紧嚟紧啦，咁唔该晒你咯，条片我听日要噶，唔该 ，thank you，bye。虽然我每次都可能 O T O 到三四点。我回来，但是当我每晚回到家的时候，都见到我女朋友煲定汤等我门口，等到连自己都睡着觉，我就觉得一切是很值得的。回来了，是不是累了？你有没有偷味啊？哎呀，傻仔，下次今夜不要等了，知不知道？我回来了。七点睇片，十点直播。哎，系噶。想支持我哋嘅朋友，快啲嚟 Amplify 买嘢啦！买满600蚊，免运费送到去你屋企；买满80蚊，免费自取。依家仲做到3日送货保证，可以俾你减埋送货时间同一期。睇下有咩爱啦，爱你。